第三场呢是男子双打比赛，那么日本队上场的是平田典靖和桥本博浅。德国队出场的是金德沃克和斯特克特勒，那么桥本。日本队的这对男双选手呢，在印尼教练麦达基的调教下呢，应该说进步还是非常快的。那么特别是他们的前半场抢得非常好。那么今年的比赛呢，特别是前不久的那个亚洲锦标赛，战胜了印尼的那个奥运冠军亨德拉马基斯，另外呢也是淘汰了中国的一个年轻的组合郭振东和柴彪，那么最后是跟蔡云傅海峰争夺决赛。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前分两盘呢，日本队呢是已经以2-0那个打比分领先。那么如果这一场比赛德国队要再输的话呢，那么他们就将即使后面两盘都赢的话，他们也会以2-3那么输给日本队，有可能遭遇到淘汰的这种厄运。Represented by John Hans Kortler, Ingo Kimmer Vasker. And on my life, Japan, represented by Hirokazu Hamishiko, Norasu Hirata. Japan to serve. Hirata to Kortler. Level play. 日本队先发球，平田典靖。球出界，那么德国队得分。2-0，那么金德沃克。
德国队的开局还是很不错的，3-0。日本队这个回球不到位，半场球。1-3，日本队拿到第一分。来桥本来发球，桥本博起。这个进攻的点打的非常艰难，非常好。这球打的拍框滚网过去，德国队是得分4-2。斯科特勒，那么金色头发的这个是斯科特勒，发球4-2。日本队这一队选手呢，开局以后呢打得稍微有一些紧。这个球非常可惜，日本队这两拍一直主动，但是没有攻死对手啊，被对手抢到机会，反而对手得分6-2。德国队的开局还是很不错的。德国队这队选手应该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那么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呢，也是跟蔡云他们交过手。3-6，日本队发球，平田点睛。还是往前比较急一点，日本队这个还是有些紧，这个开局以后。7-3，金德沃克发球。8-3，现在这个男子双打的这个发球发越来越重要。那么速度越来越快，因为这个击发球的这个环节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会非常非常非常被动。那么看看现在各国选手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发击发的。没有过网。抢得非常快，往前抢得很快，两队选手前半场还往前就抢得非常快。现在场上比分是4-9，日本队落后。桥本发球，5-9。6-9，日本队连续涨了2分。那么双打呢，还是讲究这个发接，特别是接球这一方，那么尽量的不去起球，那么多打一些平球，特别前抢住前场。10-6。
七比十，双方的速度打得还是比较快的。这一板线路杀得也非常非常尖，日本队现在再得一分，场上比分是8比10。这个球也是往前的发力太狠，已经抢到这个点了。其实那么这种情况在业余选手中呢比较多见，往前的球比较高啊，那么经常在扑下网发力太狠往前。这个球拦截的非常非常好，再往前举着拍等他。平田点镜来发球，日本队现在将比分超出。这一段呢，日本打的还是不错，速度啊、力量都显现出来，进攻也非常好。11比10，举剑休息。应该说，羽毛球这个团体赛这个五项目中的男双，应该说是最好看的。他的这个速度、力量，充分把羽毛球的这种魅力啊，显得非常的、非常的透彻。那么，一般的大家呢，特别是现在业余打羽毛球的选手呢，也都是非常喜欢打双打。那么，双打的它的有很多的乐趣。好，比赛继续，日本队现在是以11比10，那么暂时领先。开局的时候，日本队打的还是有些紧，那么这中段呢，这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呢，发挥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这种连续的进攻连续性衔接的非常的好，那么日本这队，我觉得这个打法呢，真的。特别是印尼这个麦达基教练过来以后呢，我觉得他的打法跟那个很有那种印尼这种特点，前半场抢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好。连续得分，场上比分已经变成13比10，那么从开局落后到现在领先。这个球压线，判断失误。这个球太可惜了啊，已经主动了，抢到这个点了，放出去了。12比13，德国队追回一分。没有禁区，德国队发球，没有过网，这个球。
个大孔当出来，两个选手全都是在左侧球场的左侧，那么整个孔当被日本队抓住。那么德国队踢的选手呢，日本队追分以后呢，显得也是有些乱打的。出界13-15，双方这个球打的都是非常的精彩。有点急了，16-13。日本队的平田点进来发球，16-13。14-16。没有过网。好球，给了一个提线，放得非常漂亮。羽毛球，我觉得打这个羽毛球呢，还是要注重这个它的落点，落点的变化。有时候现在特别是。双方实力差不多的时候，一味的去进攻，对方站好位置以后再去防守，应该说进攻一方有时不是说非常占便宜的，关键在于打这个点，还有它的位置节奏。这个球德国队打得也非常漂亮，防守以后啊，抢到一个高点，哎，防球，16-17。那么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啊。局后段这一段呢，双方比分咬的非常紧。日本队得分18-16，还是抢网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接发球的这个抢网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日本队刚才这个球抢的非常好，非常凶。球，好球！德国队刚才这个球有点犹豫。那么日本队的这个抓住一个机会来放网，接发球比较急，着急了。那么德国队应该讲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后面这段呢打的还是略微的有些乱。现在日本队拿到第一局的局点20-16。往前过不去他了。好，第一局日本队呢是以21-16，那么取得了胜利。双方交换场地。那么这是日本跟德国队的小组比赛。
那么在前面已经进行的混双比赛中呢，日本队取得了胜利，在男子单打比赛中呢，日本也取得胜利，那么大比分现在是2-0领先。现在呢是在进行男子双打的比赛，也是双方的第三盘。那么第一局日本队是以21-18来获得胜利。品德沃克朴柱凤也是在为他的双打队员来进行现场指导。双方马上要进行第二局比赛，第一局呢日本队是取得了胜利，日本队现在也是大比分2-0领先。那么如果男子双打要是再取得胜利，那么将取得今天比赛胜利，但是呢后边比赛还要继续进行，后边还有女子单打还有女子双打。那么小组赛呢必须是打满5场。日本队发球，德国队得分1-0，需要换一球。那德国队来发球。德沃克地点非常非常漂亮，双打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进攻的一方不见得是主动的，一味的进攻，那么防守呢？防守切球以后抓住机会啊，有可能打反击。1-1。德国队得分，比分是2-1。进内，3-1。德国的这两局开局还都是不错的，都是开局领先。这个点非常漂亮，已经拉开了，2-3。过前排的人，4-2，德国队得分。
3-4，日本队得分。双方还是前半场抢的还非常凶的。桥本，这球是弹网带上滚网过去的，应该是。5-3。斯科特勒。打开框。那我们看专业的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呢，很少他接发球时候会去起球，像咱们一般的业余选手在打比赛的时候呢，接发球全都基本打的是下手球，然后去把球挑起来去起球，你看专业选手全都是在这球也比较可惜，那么专业选手呢基本全都是去平推啊，去扑这个球，很少去把这个球去给起来去高球，那么一旦特别是双打这种的选手，一旦谁要把球先起来，那么一定很被动。日本队失误，桥本啊，往前的动作还是偏大一点。平平点镜，8-5，双方这个揭发这个抢的，都是比较凶。走啊，这个。没有过去，往前，9-5，德国队再拿一分，现在是9-5领先，往前移动的还是比较快的。6-9，日本队发球。那么羽毛球双打的发球呢，主要是大概是四个区位。那么前区靠中线的是一号区一号位，那么前区靠边线的二号，后区靠近中线的是三号，那么靠近边线的四号，主要是这个四个区域来发球。7-9，好，7-10，那么日本队第二局是暂时落后。平田点进来发球，这个球打的，看到对方选手已经在往前也等着这个球了。
21-7，德国队在第二局呢30领先，啊，有点中场休息。德国队发球，现在沃克。12-7。那么呢，日本队，好，日本队得分。那么，我觉得第二局日本队落后的一些原因的衔接好像是出一些小的问题似的。13-7。8-13。乔本坡起来发球。这球往前拦截的非常好。德国队这局发接发这块抢的非常凶啊。体内15-8，那么这局德国队领先的分数还是比较多，我们拉开。9-15。这球是界内，德国队判断失误，10-15。11-15，日本队最后一分。前场抢的比较好，这个球。好，失误，判他发球违例。平田点镜，被裁判判违例。那么，德国队得分16-11。金德沃克发球。
德国队往前抢的非常凶啊，后场队员在进攻前场啊，斯科特勒在前场抢的非常非常凶。出界18-11，那么德国队这局赢球数比分领先的还是比较多。往前压的非常好，德国队这局我发现就是往前的人压迫的，传球直接去封网不退。12-19，现在场上比分是12-19，日本队落后。第一局呢，日本队是领先21-16获得胜利。没有过网，是3-19。出界了，那么德国队呢是拿到了20分，20-13，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如果获胜的话呢，双方就打成1-1平。就出界，看看灯光是不是灯光晃了一下眼，14-20。着急，现在日本队又追回一分，15-20。有时候又是往前这种觉得比较好打的球啊，特别容易下网，特别是粤语选手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觉得往前球机会。没有过。16-20，日本队又追回一分。主要前段落后的比较多一点，那么日本队这段时间是连续追分，连续追了3分。平田点进来发球，这个球滚网，没有办法，这个球应该说进攻还是很不错的。那么现在双方呢打成1-1平，都是21-16。下面要进行第三局。朴周凤在给他的队员来指导。那朴周凤呢是跟我们国家羽毛球总教练于永波应该说是同时代的队员，那么现在在日本队担任总教练。双方马上要进行第三局的比赛，
双方前两局各是以21-16取胜一局，那么进行第三局的决胜局。那么前两场比赛呢，日本队是以2-0领先，那么他的混合双打和男子单打都取得了胜利。现在是男子双打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德国队发球。球出界，想的还是很快、啊、桥本发球，球还是出界，2-0，那么日本的开局还是不错，2-0领先。桥本博且继续发球，2-0，过，3-0。日本队在第三局开局，那么加强了进攻，那么速度也比前两局要快，提升一些速度。4-0，开局非常不错。日本队这队选手呢，他的就是前半场抢得非常好，非常快，他应该发挥他这种特点和优势。这球打在网袋上，所以他的防守有很大影响。1-4，斯科特勒。再往前等着，没有过的。这种球往前球打起来很舒服。业余选手一般在打球的时候呢，发完球以后不注意举拍，发完球以后把拍子放下了，那么他的这种像那种衔接拦截球肯定就没有了。那么你看看，可以学习专业运动员，这种发完球以后马上举拍去拦截，就出界。6-2，日本队这个第三局还真是在进攻上这块加强了很多。7-2，3-7。德国队以3-7啊，第三局是落后。这个球出界了，8-3。这球也是比较可惜，都是在主动的情况下。球，德国队进攻得分，4-8。啊，发球的是金德沃克。日本队球没有过网，5-8。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呢，无论胜负还要继续打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的比赛，一定要打满五盘小组赛，这个点已经空了。那么这一段呢，德国队打的还是不错，连续涨分。日本队啊是稍微有一点松，还要抓紧。这把球很不错，你看现在场上比分是9-6，日本队还是领先。非常精彩啊，那么羽毛球这5个项目中呢，应该说男子双打是最好看的，那么也是最受业余羽毛球爱好者的喜欢。现在在北京的各个羽毛球场馆，那么你可以随处看到，基本上是以打双打为主，大家对双打的这种喜好还是比较多，因为它的双打这种的乐趣呢，它既有这些羽毛球的这些技术啊、战术啊，另外还有跟同伴的一些交流，这样呢我觉得特别便于沟通，觉得大家这种在紧张工作之余呢，通过这种羽毛球活跃身心、锻炼身体，那么这是也是羽毛球这项运动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喜爱的这个原因。那么北京呢，现在大概有100多个羽毛球的这种场馆，但是基本上每个场馆呢，在这个就是黄金时候下班以后的时间都是非常爆满的，很难预定上，所以现在北京呢打羽毛球的人非常多，随处你见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一说，基本上都是在打羽毛球，那么可见这项运动在那个群众中的这种基础是非常好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咱们国家羽毛球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这个长盛不衰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群众基础。那么北京的还有一个得天独厚条件呢，就是他许多这种专业的这种退役的运动员，那么退役以后来到北京来工作来教球，那么也是那个使得北京的这个总体水平提高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应该说北京现在这个羽毛球总体水平在全国来讲应该是领先的，而且现在打羽毛球的人现在就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双方交换场地决胜局，现在在日本队领先。那么现在北京市呢每年都举行很多种的那种各种业余比赛，应该说比一些专业的比赛有时候觉得还多，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些赛事，那么参加的人呢有业余的也有些专业的，那么他分了很多的那种层次来比赛，那么得到了大家非常非常高那个欢迎啊和喜爱。双方比赛继续进行，那么换边以后日本队发球，今天领先11-8，这个球打线了，日本队判断失误了，林天点镜对球以为他是以为要出边线，结果球没有出。这个球杀得非常，日本队得分12-9。另外呢还有就刚才谈到这个北京这个业余赛事，另外北京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是国家队集训在北京，那么有时候呢国家队的一些队员呢还能够到一些我们的一些比赛的羽毛球场馆啊现场做一些指导，
所谓北京球迷的这种条件得天独厚，那么是许多外省市羽毛球爱好者呢非常羡慕的一个事情。防守没有到位，球杀的有点靠近胸的位置，一般的杀到这个位置时候防守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腋下这种位置一般的讲这个杀的比较刁一点。此刻特来发球，10-13。杀的德国队队员身上啊，桥本博且呢挥手示意表示歉意，因为羽毛球比赛有时候是打到这种程度，他是不说故意，他是收不住。停停点进来发球，出界15-10，那么日本队中局这款打的还是不错，15-10。11-15。12-15，德国队又追回一分。16-12，还是接发，一发抢的是还是比较凶。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羽毛球这个双打发接发非常关键的？如果发接发这个环节做不好的话，那么起来球就非常被动，那么还是要抢在前头啊，滚网。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精彩，德国队这球打得有点着急，那么也是一个机会球，应该说来打下网了。那么第三局呢，日本队形势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日本队如果这局获胜的话呢，他们将淘汰德国队，所以说虽然后面两场比赛还要继续打，那么德国队呢又连输两场，那么他肯定会被他淘汰出局。啊，球出界，17-13。13-17。非常好，14-18。
队还在王金强的追分。有锅，再得一分，15-18。克来发球，15-18。还是接发球。日本队19分，还有2分，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日本队21-15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那么日本队现在已经是3-0取得了胜利。那么按照小组赛的规定，后面还要打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好，请大家稍事休息。那么一会儿呢再继续观看女子单打的比赛，是由广濑荣里子对申克。